如果是有默契的，我觉得这个我们也看未来两天就可以见真章了。是。那如果假设是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，那我觉得也不难，就是在党内初选里面他也可以做一个表态，那么最后那个国民党会还是会推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候选人。